你说啊，你那边上什么路？天子山，要湖啊，张家界 National Park 呢？天子山啊，天子 Mountain 呢？天子山。OK， 那侬佛教中心。佛教中心在北湖 View 真刚刚呢，你说哪家山打卡哈？你打卡能去松高哦？你打卡能去松高呢？你要打开人上面不是有通道吗？你到干了不想干了。中干干了。主持人 say hi， 一路啊。你说啊。中山啊，这都不带钱了。中山呀。呀，能走。啊。路啊，你这么路你好比较好啊，你说啊。你想想也太想被这说的呀，说的呀，太想好。这当中被那么人高去下更高了呢，你得么是好嘛，都是变钱呢，都是差股票呢，哎，你行不呢 ？OK。就没行啊。被某人接我，我是接待就是路呢，老姐呢，被我就给是帮是路了。别啊！自己给的，老师更高了。我们中少少少嘛，啥的中高跳了。嗨，你中呢？别啥时再开不开了呢？你能不能做上上啊？天子山，谁比这少呢？中高行。欢迎您乘坐客运九号。客运索道是一种先进安全的空中载客交通运输设施，适用于跨越险峻峡谷、河流、陡坡，现已广泛应用在各个名胜大川、旅游风景区和考试场。索道是旅游观光的桥梁，是实现人与自然沟通的窗口，会给您的旅游增添意想不到的乐趣。省时、安全、舒适、快捷地将您送到目的地。乘坐索道之前，应注意观察，在客运索道进站口处是否到哪？几到哪？我那边都做好了，都做好了，这里哦，斜里斜，倒里倒。照顾好老人、儿童和残疾人。你知道别多嘛？你嘛苦死，知道等你呢。您将乘坐的是可惜也吃不了了嘞。他中午被嘛些的爹哩，他被狗和别爹带我去见了一顶黑色呢。但是那边都早呢，公公想问他们爹小小不要顶黑呢，不要么着吧？路上了呢。请耐心等待。老家朋友，人家好赖呢，逢着别不，特别喜欢说呆呢。特别喜欢说呆哦。中了，来了呀！一路中，天子 Mountain 来呀，天子山，你看那张姐姐呢？别叫林顿基哦，哦，别叫出来哦，叫卡斯莫亚蒙美加哈蒙澳大利亚呢，别叫出来。